赶紧抓去！大家都出去吧，我跟春宫有事要聊。 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不是叫停实验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？老陈，你听我说，他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可我根本听不进去。不管有什么借口，也不能把玩家的人身安全置于不顾啊！最后我俩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但我没想到，他转身就对我下了狠手。 把我踢出了项目，就这样，我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了10年的地方。本来我很不舍，也很不甘，但就在我走出大门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女儿的照片。本来我做未来威视界的初衷，是为了把它送给春雨，现在我却完成不了。 而我又失去了那么多可以和女儿相处的宝贵时间，我真不是一个好爸爸。春雨，你要考哪所学校啊？你想好，那你想好之后第一个告诉我。陈总工，陈总工。 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天机科技的公司正准备发布一款叫19层的游戏？我自己研究过它的架构，和我们的未来威视界几乎一模一样。这家公司的背景你调查过没有？查了，是一个成立没几个月的公司，背景很神秘。但是我怀疑他幕后的指使者应该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。严明亮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已经小范围的测试了。 不行，我们要阻止他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这事儿你不用插手，你等我消息吧。我去了天机科技，说想见一下他们的大老板。我知道，他肯定就是严明亮。我还是想劝他悬崖勒马，谁知他们连大门都不让我进去。 顿时明白，严明亮绝不会停下脚步，而这游戒一旦发布，不知道会伤害多少人。我躲在他们设备供应商的货车里，混了进去。我发现了主机所在，但戒备森严，我进不去。 只能找到一处支线端口，进入了系统。我给自己还设计了一个程序，除了我自己，没有人可以让我离开游戏，这样我就可以留在游戏里去找暗门。这个暗门是我做的。
原本是控制游戏用的，现在我可以以此为突破口，植入木马，这样就能够破坏整个系统。但没想到，严明亮在我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变，我找不到暗门了。于是，我也只能依次闯关游戏，寻找暗门所在。小李发现我失踪，为了找我来到天机。是我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你那天去找叶明亮，然后你就失踪了。我猜你肯定是出事了，然后我就想办法进入天际，偷了他们的头盔，然后黑进他们的系统。你的行动肯定暴露了，情况紧急，我必须这么做。还有，你女儿穿越有危险，下手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进来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林总，看来我们只能进行 B 计划了。行动吧。是。游戏里的经历让小李变得精神异常。后来天机取出了他脑内的芯片，虽然他精神恢复了正常，但是也记忆受损，忘记了关于游戏的一切。找穿越，找穿越，要找到穿越，一定不能让他进来。找穿越，找穿越。欢迎两位同学体验一下我们天机科技最新的 VR 技术。小王，来给他戴上。天机在校门口设立体验活动，就是针对春雨，其他人被牵扯都是附加伤害。若是当时春雨没有戴上头盔，严明亮也还会采取其他方法。Thank you.
躲在暗处的我看到春雨进了系统，我知道他已经对他动手了。严明亮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把我引出来。为了不让严明亮找到我，也为了保护春雨，我不能轻举妄动。坠毙人的大脑严重受损，应该很难再醒过来了。脑部受损严重，几乎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的林叔也进到了电梯里，他靠在电梯里一动不动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春叔的意识和老林的芯片连接到了一起。第一次启动，严明亮本就计划利用春雨来引出在游戏中的春叔，结果车祸将大家意外送了医院，严明亮趁机启动了十九层。强哥、黑二、阿勇三人也因为车祸住院，被严明亮植入了芯片，一起送进了游戏。爸爸的意识一直困在林叔的脑袋里，是这意思吗？没错，春叔很清楚，严明亮一定会在背后严密监视了现场的情况，所以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只能扮演好老林。与此同时，在游戏里不动声色的保护春雨。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哎。如果这些都是林叔告诉你的，那你怎么证明他没有说谎呢？我相信他，不仅仅因为他是春叔，还因为他是马佐里尼。马佐里尼又是谁啊？马佐里尼是我三年前在研究 VR 技术时认识的一个前辈，他对各项技术都有很精辟的见解，在论坛上非常有权威。当我第一次进入到十九层之后，我给他留言，讲了我的遭遇。当时他告诉我，他知道十九层。再之后，他慢慢透露给了我很多关于十九层的内容。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，但他跟我讲，他不方便跟我说。直到后来，情幽昏迷之后，我质问他，他才终于告诉我十九层的底层架构是《V 世界》这个游戏，而他参与了《V 世界》的开发和制作，
不过在那之后，他因为反对这款游戏，被团队给开除了。不是，那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这个马佐里尼呢？我其实有问他，能不能把他的情况告诉大家，但他跟我说不行，因为一旦暴露了身份，不管是他还是我们都会有危险。而且我没有见过他，所以就没有告诉大家。那 你都没有见过他本人，你也只能证明他是林叔，但是不能够证明他就是春雨的爸爸呀。我可以证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年永成，年素兰的爸爸。我可以证明老林就是春一鸣。昨天下午他约我见了面，他跟我讲了最近所遭受的一切，同时还聊了很多我们之前共事的一些细节，那些都是只有我和他才知道的事情，所以他做不了假。对了，春雨，昨天晚上在春叔的帮助之下，我组装好了脉冲设备。刚刚是年总帮我们把芯片都取了出来，也包括你的。现在大家都很安全了，不会再被强制进入到十九层里。听说你的微科技和严明亮渊源很深，是吗？其实微科技就是他的公司，我只不过是推到台面上做事情而已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这也是昨天一鸣找我的原因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女儿素兰，她的意识也被困在游戏里面。严明亮现在疯了，是不可能放她出来的。所以我就跟一鸣达成了协议，我帮你们解除芯片，她去到游戏里面救我女儿。可是她现在人在哪里呢？所有在游戏里死亡的人，意识都被禁锢在一个叫终极空间的游戏关卡，那里可以吃饭睡觉，和现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。很多人的意识被困在那里，根本出不来。那要是救不出来怎么办？如果这个世界上还能够有人从那里逃脱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唯一可能的就应该是他了。对了，春雨，这是我偷偷从天机数据库里下载下来的游戏记录，里面有老林，也就是你爸爸的一些录像资料，有空你就看看吧。那林叔呢？林叔他现在还在昏迷之中。因为车祸，老林的大脑受损严重，他本来应该是昏迷不醒的状态，但这段时间你爸爸的意识和他的芯片连接，让他像正常人一样行动，一旦断开连接，他又会恢复到之前病重的状况。但说来也很神奇，这段时间你爸爸在他大脑里活动倒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医生诊断结果显示，老林本来应该是沉寂僵化的脑部意识已经有了被激活的迹象，甚至可以说可能最近可以得到恢复。而你爸爸的意识也已经被禁锢在终极空间了。昨天春叔跟我讲完那些故事之后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无论他是作为老林、马佐里尼或是春一鸣，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，
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都只有一个念头：保护好女儿。在哪儿见过？这是什么呀？也不一定是保险丝，可以是金属丝，只要能灵通电路就好。父亲为了女儿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。忍着点啊，忍着点。我最恨的人就是这个人，我的父亲，陈一鸣。过去的事情我无法挽回，但我希望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爸爸。来了，哎，陈宇，快过来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过来上课呀。对啊。上什么课？上什么课？我不是看课表吗？我只看了教师，我没关注课名，所以。不是来上课的。哎呀，我们就是想过来陪一陪你们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真没事儿啊。嗯，你走吧。这我们来都来了，就让我们在这待一会儿呗。对呀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干，就随便听听呗。随便听听，我的课不是随便听的。哎，老师，你看他们几个是不是有点面生？不是我们班的来这儿干什么？而且连书都不拿，找茬是吧？不是，老师，我们走错教室了，走了。走了。同学们，开始上课。哎，老高，迟到了。学长，我看春雨他应该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4,020,000人，占18.7%。
与前一年相比呢，此比重上升了5.44个百分比，老龄化程度是进一步加深了。所以发展老年教育啊，就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实现教育现代化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。春雨，春雨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下课吧。这么巧，正好我在隔壁刚上完课，一起去吃饭。走。春雨。又来吃饭了，但我希望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哎，同学，能不能快一点？不好意思啊。同学，吃点什么？想吃什么？嗯，春雨，麻烦你了，这饲养帮我打包一下啊。辛苦了，稍微快一点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我先上去了。嗯。喂。喂，学长您好，我是编程兴趣小组的陈小明，我自己做了个小程序，但碰到些问题，能不能请您帮我看看？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打包回来吃啊。嗯。春雨，总之，不管是在游戏中还是在现实里，你有什么需要我的，就尽管开口。我知道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走了。
林总，现在张爱已经清楚，十九层是不是可以全面铺开了？好。哎呀，老春呐，这里本来有你的位置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还是这张脸看着熟悉。时空中飘扬，自由的光闪闪一把烫。